上次要，等一下要一次，我水要赞赞赞哦，我要输入名字了，这贪食蛇，压米就可以了。啊，来喽！在读取中哦，像蛇一样读取中哦。不是蛇哦。好，去吃这个，去吃这个。哎、欸，很多人呢、欸。去吃亮晶晶的，快点去吃亮晶晶的啦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吃亮晶晶的啊！那一只好长哦。对，快点去吃它，不能吃它吗？可以啊。可是那个很恐怖哎、欸！哦，我躲过了，我躲过了。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！他妈妈要吃亮晶晶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完蛋啦！完蛋啦！那也是小鱼。哇，那一只小那个百步蛇好长哦。哎呦，差一点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他竟然没有中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他不会中。我、哦、那一只绿色开心的蛇，那一只还蛮搞笑的。来喽，来喽！我、哦、现在大家都这个还有手指头、欸，狗狗啊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好笑了、哦，他就不见了。哦哟耶！又长又长，又变长。快点吃它！快点吃！快点吃它！可以快点吃它！啊！快点吃它！我尝我尝我尝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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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我已经好长了，我的尾巴都已经超出画面了。哈哈哈！我的尾巴才。哎咻！哎咻！快点吃它！快点把这只最小只的欺负掉！我最喜欢欺负弱小了。这一只大小的绿色那一只，它不转弯啊！哦呦，哎嘿，越越是了，哎嘿，越长越长了，好可怕！哦，它加速哇，完蛋啦，输掉了。再来一次。好啦，今天玩到这边啦，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贪食蛇好玩吗？不好玩，它人没了。好。